们是一群非常有感情，而且呢，我们讲的艺术家。今天这首曲子呢，大家知道三一大地震，那他们又是留日的，所以他们特别在今天的表演当中呢，选了一首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日本当地的一些情况。那所以呢，他们有感念，也非常谢谢。当然在当时因为留学的时候，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一些照顾。这首曲子呢叫做《花开花落》，因为翻译的关系，也有人说它叫《花开了》。最主要就是在当时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呢，所写出来的一首曲子。这首歌呢，在当时他所有的就是作词作曲所得的部分是全部都捐助出来的。这是呢，我们米可吉他我们的几位团员特别要感念这些日本朋友对于他们的照顾，所以这是很有情感、很有意义的一首曲子。我们来欣赏这首《花开花落》，掌声欢迎。